我们的老师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写那个lorry 跟 bus， 还有 van 写那个字的，他一直蹲在那边写，下雨也要写，晒太阳也要写。1970年、71年他就写，哪里有给你用 printer？ 以前也没有 printer， 就是用手靠你的正方呼写的，就叫油黑器，就这么写，就是靠这头脑这样算咯。 这边的人每个都叫我插白寿，这个是我的外号。插白寿就是坐车牌的咯。通常人家用拿到新的号码，多数是会去买玻璃的。他们有一些人会迷信，换了车牌就在那个四流花，就来洗一洗，给他们 Heng 啊， Heng 了就换咯。哎呀，华人就是八号啦，88号啦，828啦，这些真的，那 Chrome 的字八号要买特别多，<笑>白色的底的都是在前面，黄色的全部是否后面啊，蓝黑的哈，前面后面都要一样。这种是那个古董车 ，RU 是 for island 飞机场，没有 路 test 的。RL 是电子车，无人驾驶的，也用这个。 Orange color 是在那个化学药品的，这种是布拉乌宾，很少的哈、哦，新加坡都超过10两了。<笑>以前很苦，我跟他们讲，流了眼泪没有人知道，流的汗没有人知道，而且4个兄弟在分一碗饭吃，后来我就觉得不行。 可以这样，这样下去我的孩子以后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我们自己出来创业，而且我在工厂做工的时候脚又受伤，所以我说，我宁愿拼给自己拼工作，不要跟别人拼。我就是这样的想法才出来创业的。那种苦啊，不懂怎样熬过来。